们谢谢 Boris， 好 ，Boris， 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那个创作。其实，在这样的演出里面呢、啊，有时候也会遇到，就是蛮令人开心的，或就是我们都不大认识，然后就很愿意分享。那通常遇到像 Boris 这么优秀的青年，我们就会那个介绍女生给他认识。就是我们就会那个希望他可以再多到铁花村来演唱哦，那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就介绍女生给他认识。好，真的哦，那待会有空的话呢，可以到那个好店的那个老板娘，她叫王伟婷，可以去认识她一下，她六月就要结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持续保持联络。那下一组，